我是警察，你的护照被别人盗用了，请配合我们调查一下。喂，这里是银行，你有一笔50万的存款被别人提走了，你的亲戚出车祸了，需要马上急救。这里有一张你的彩票。我是杨总啊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，诈骗需要配合调查，否则就要冻结全部资金并到户送抽奖，中奖率100%。想不想兼职刷单赚钱呀？帮用户点赞关注日常热门报出。敢入手吗？